做胡辣汤喝，补点糖。这样挺好的。这热两天，你还烦的时候做胡辣汤喝的。那孩子几多喝的啊？要我说，简单做的都行，还是。这是啥？这是油墨汁，这是油饼，我下来油饼，那肉串。啊，油墨的肉串。再见。哎，屋里凉快不凉快？嗯，凉快。厨房里热不热？热啊。那人家坐着要人家吃着。俺家是五六整了。哦，俺扫的。恁整理房间了？嗯。豆腐干。河南庐山版胡辣汤，必备的豆腐丝儿，大骨胡辣汤，干净的粉丝，这是大骨汤呀。嗯。什么肉吗？这大骨汤呢？哇，豆腐丝下锅，淀粉已经勾住了。庐山版高配胡辣汤，这个豆腐皮儿必备，和这个粉皮儿，最喜欢吃这个粉皮儿。可以吃饭了。不弄点香锅香油？放，本来好放香锅香油。大骨头、油馍、胡辣汤。马是菜盒子，让像蚂蚁包子又麻花汤，不是肉串不顶啊？肉串跟包子一样，就是俺下的什么菜色也好吃，你尝尝。俺不是肉吃。哎，对呀，中间有肉骨头的，你啃骨头不啃？哎，这两真肉。哎，真肉。那两真肉，你说这肉丝没啃多吧？那多。对。你吃了多少了？啊？你吃那个？可以啊。啊？再啃吧。八斤骨头。八斤骨头。干了。哈哈哈！把腿弄坏了。肉呢？这地上有肉块。饭饭碗吃俩了。花肠里面有肉。花肠里面有肉。这鸡汤我正点的饭，待会儿接着吧。花生豆腐也香了，这干肉，嗯，干肉，嗯，干肉，挺好吃的，大大小小都好吃。那吃好像不大，就是前面还有，真好吃哦。